杂牌耶、欸。皇家场，这个是内野的界外区，很大的一个球场。吸到，哇！这只游击手开触大，继续投外下好了。啊，应该是同点拆内上。哇，米克森，我左打者部队打这只实在无解呢。这位置还没投，可是滑球很难打哎、欸。对天加左打，
他刚才外上。 JK 关键，他的红卡还有明星手背，明星手背加打击速度型，算很好的一张三垒手红卡，三垒手红卡。以佣兵人选来说，我觉得他是挺适合的哦。这团很强，他们是俱乐部三连霸的，紫星跟南区王者，南区强权 ESPN 两团合并的。他们代表选手就有天孤星啊，然后还有丰田布布啊，KHJ。 好险！他第一时间好像在 Q 游击手，所以中外也没有办法击到，要不然就是因为他是杂牌，手背框比较小一点点。杂牌理想当中，中外野最好是用廖敏雄，假如是廖敏雄黑卡加阴天，我那一球就被吸了，可能要点掉咯。 又投回来！哎，转转转转转！ 可是对面对左打哦，换头换头，好好，这个换的好。先喊一道暂停，看看他要干嘛 ？OK， 这一支强化二锋，姿势应该是没有惠特兰德吗？这张是上古时代93盟，那94盟啊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用这一支，还是他有姿势，我不晓得。 有姿势了，果然在通电。 好球！森伯格被克这一球跳的不容易。哇 ，Q 慢了。如果第一时间就 Q 右外也是吸得到。
回击还是先上这个好了。等垒上没人的时候再上另外一只。 应该追的，哎，吃掉，但是要赶快传哦。 这次第一时间 Q OK。 炮手。 大魔神，那自己他没强化会强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丢内伤。没错。
他现在认定我在抓外角，所以才会不会被内角球钓到。那他应该会猜内上，塞内上速球，跟内向。这球应该按拉的。他也没打好，这叫触弹。他的红卡都放在后援，很恐怖哎、欸。然后垒上有人，他一定换红桶。哎，纪律性不走三垒了。哎、欸，你走三垒了，也行啊。喂，没力了，所以要丢比较高的这种变化球，或者是内上的速球。好，不知道怎么投了，慢去。好强哦，这只投手，换团。等一下是左打者，这一棒用球威，下一棒是左打。啊，方哥那一棒看状况。看球威哦，这个打击要看靠球威。这个打击要利用右投对左打的优势，滑球的优势。没拉好，哎，一拉好。好，这一棒看状况。他现在很可能会锁内上，或者是内向。没错，内上。逆六。
右肩下，布兰福特。 推得好，马上通电，再掉刚刚投过的位置，马上通电。 要想办法推喽！哎呀，没推到，我还以为是紫叉嘞，想说他准备要下坠了。OK。 再次，好快！北上没人，刚好上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上。 很好，那这只速球打得不错，换取，没选到哦，来一点。 下。
啊，这一只前面都拆外上，塞一颗。 他的滑球没什么威力，我要换头，在这个 moment， 哦，又是帕梅洛。 打杂牌很难打哎，尤其他外野超吸线在不吸哦，他中右外野现在被克，刚好轮到我的枪型打者，啊，克梅尔森。 都点得很好，我还是玩玩看这一只的曲球长怎样好了。 这只投手变超棒的，他取球幅度好大哦。
两分有点难打，所以我还是玩玩看好了。对啊，杂牌后援海将他外野三飞扑，有够难打。我觉得我要死，我得死。换头了，快，太快！杂牌可是我没那么多七等，很难玩欸。Lucky Lucky， 可是我刚刚把郭永志弄掉了，我现在一直很后悔，我刚刚把紫卡郭永志只拿来投个两球，我现在守不住了。现在超后悔这件事。好啊好啊，那我改天等你资讯再问。不过是俱乐部还是积分啊？因为我打俱乐部比较习惯，积分没有装备，我现在不知道习不习惯。其实我可以组得出杂牌，因为我中外也。杨松显跟右外野的张天理，但是我就是没有左外野分割，还有二游一样用子东可以啦，可以一样用子东跟子弟多，这样子就啊，可是这样少一子，若俱乐部，我二游要有一张是阿卡比较好。OK， 吃掉。我要怎么守分？没办法守分就打分吧 ，GG well play。绝地大反攻。嘿。